歡迎各位嘉賓，特別是我們頒獎的嘉賓和獲獎的同學的家人，各位教會的牧長，我們各位老師，各位同工同學，我們今天是三個典禮一起的，咁咧就感謝神俾我哋喺疫情當中仍然有呢個典禮，咁但係因為疫情當中咧，都請大家咧要小心嗰個社交距離啊！請我一齊起立。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一代要對那一代頌讚你的作為，他們要傳揚你的大能。願榮耀歸於真神。他星就大事，为爱世间心志，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满意大爱，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救主流宝血。全被救恩，真身仍去施下，翻身他的恩，罪人自知罪悔，若真心相信，一生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于真神。他星就大事，直升至耶稣，我们得大欢喜。至圣至尊位，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请坐。我哋跟住咧系今晚第一个礼啊，平顶礼。咁我哋咧就会直播咧
睇佢哋嗰個喺我哋新教研大樓天台嗰個評頂禮。我哋先請咧院長有感恩嘅祈禱。我哋同心禱告，親愛神，我哋眾弟兄姊妹們，今日咧係參加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嘅評頂禮。在这个时刻，我们一班的教会的领袖弟兄姊妹们，我们站在新的教研大楼的最高的地方，我们举目的去仰望观看，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去祷告，我们很多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救赎的恩典，多謝你成為我哋生命嘅主人，我哋好多謝你俾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有70年嘅歷史。喺過往嘅日子，我哋有高處，我哋有低處，要面對種種不同嘅挑戰。如今我哋喺神學院嘅70周年當中，我哋喺面前。是向你祷告，信神学院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心意，我们是往高处行。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同你立约。你是我们的神，除了你以外，我们不会有别的神，我们不会跪拜其他的偶像。我哋嘅专心嘅跟随你，专心嘅信靠你，所以恳求神你恩待我哋，俾我哋今日嘅评顶礼当中，我哋所系标志住我哋信望爱工程嘅一个嘅进程喺当中，我哋系感恩嘅，因为喺过往日子当中，你俾我哋能够喺同工当中亦有欢喜快乐，我哋能够同心合意。有好多喜樂嘅時間，有730嘅時間，有好多嘅一齊碰頭去傾談呢個建築嘅事宜。呢一切都係你俾我哋嘅印記，你讓我哋知道，雖然喺不同嘅情景情勢，你係嗰位神，你與我哋同在。所以今日我哋喺你面前，我哋唔係話我哋建立咗一座嘅建築物。我哋喺當中，我哋知道我哋係做緊一個屬靈嘅工作，所以懇求你恩待我哋，讓整個神學院嘅根基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親愛嘅主耶穌基督，你係一間神學院嘅根基，所以佢所做嘅神學，佢指導教會嘅信仰嘅實踐，係以你為主。所以我哋恳求你都俾我哋有信望爱呢种嘅属灵嘅美善，都让我哋神学院喺将来嘅日子能够系成为教会嘅福气，能够指引大家一同嘅系点样去信仰实践，点样有美好嘅神学嘅思考，有美好嘅信仰嘅践行。所以个系我哋向你们向你嘅立愿。我哋喺度祷告，我哋等待11月尾，我哋又再喺面前，我哋高歌赞美你奇妙嘅作为。亲爱主喺今天，恳求你嘅荣耀临到我哋嘅当中，我哋心里就欢喜快乐，因为你嘅灵与我哋嘅同在。多谢你，我哋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求，阿门。以下進行評頂禮，恭請主禮人曹偉同院長、梁明才牧師、楊柏滿牧師、陳樹安執事、温恩智執事、白忠興執事、陳如森先生、黄满伦牧师，
平頂儀式開始。禮成，多謝各位。我哋今日典禮嘅第一部分咧，評頂禮就完成啦。稍後咧就會係頒獎禮同埋董事就職禮。咁喺一間典禮進行期間咧，就請我哋會眾咧安坐座位之中就可以啦。咁我大會會安排咗攝影人員嘅。喺嗰、那個喺第二部分頒獎禮同埋董事就職禮之前咧，我哋會先睇一段短片，內容咧係簡介我哋學院近況同埋啲重要事工嘅發展。過去一年，香港社會動盪，政治氣候急劇變化，疫情一波接一波爆發，經濟下滑。面對這樣的困局，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繼續堅守崗位，忠於神學教育和研究的使命。我們深信，在這個時代，教會迫切需要兼具神學識見和屬靈品格的博人領袖，能夠本於聖經真理，運用神學智慧辨識神的旨意，帶領信徒以耶穌的方式回應面對種種挑戰，好建立以信、望、愛為標記的門徒群體，既熱心傳揚福音，又以和平和愛去感染他人，見證神國的真實。
除了致力培育牧者领袖及专注有扎实信仰基础的神学研究，学院亦都会同教会并肩同行，探讨如何从信仰角度去应对眼前各样的挑战。疫症爆发初期，我们的院信便以疫症阴霾下的牧养关怀与反思为专题，其中老师们分享的文章获多个教会和机构的转载。在上学年，学院举办了11场神学沙龙，与信徒一起探讨教会如何面对当前的社会状况，反应热烈。当中我们曾经一同探讨过的题目包括对谈潘霍华、谈以弗所书、香港当下现况之宣讲、教导和牧养、乱世中在师浸信会的信仰根源、乱世中在师政教分离、今日在香港宣讲在师杨牧谷与 Thomas Long、 神学有什么用。我们期望透过这种细水长流式的教导工作，和教会和牧者有更多的合作，一同分享，一同聆听，一同面对改变中的社会和教会。去年12月，学院出版的《山道期刊》则从圣经、历史、神学等角度探讨政教关系这个重要课题。除了神学沙龙之外，自去年6月，曹院长亦开始了院长教室，以研讨会形式和牧者、领袖彼此交流神学知识和侍奉经验，希望协助教会运用神学资源去应对面前的种种挑战。为了进一步与教会结连，帮助牧者牧养教会，曹院长自去年11月开始频密地和校友教牧同工交流，期盼协助教会面对时代的挑战。今年学院踏入70周年，为应付学院未来发展的需要，正在西澳校舍兴建的新教研大楼预计亦都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并举行奉献礼，这个正标志着学院迈向新的里程碑。这一栋4层高、总面积10,000平方尺的教研大楼，以及现存校舍重新规划的工程，将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空间，并提升本院的教研能力。整个校舍扩建计划预计需要港币7,000万。此外，我们今年计划出版多本学术著作，包括《山道期刊》的专题文集，为华文基督教学术研究作出贡献。回顾过去，靠赖神丰足的恩典以及众浸信教会的支持，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为教会培育了无数的牧者、领袖、宣教士，带领教会扩展神国，并且在社会发挥影响力，见证基督和平的福音。扩建工程和神学教育两者的支出均十分庞大，自疫症爆发以来，学院暂停所有校园设施的租借，校外课程亦都只能有限度地进行，令学院的财政变得非常困难。恳请你继续纪念学院的需要，培育未来的传道牧者，追求真理，协助教会建立以信、望、爱为标记的门徒群体，是你和我共同的使命。没有功，就没有一支又一支射向前方的箭。没有你对神学教育的奉献和支持，我们都难以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传道者，让他们投身侍奉工场，承担牧养、宣教、传福音的重任。盼望你继续纪念本院教育经费和扩建工程等需要，以祷告和奉献支持我们的神学教育工作。
我哋一齐以心、以手、以声音去感谢恩慈嘅上帝，都来感谢恩主。一起祈祷，竟然应许同我哋人同在嘅上帝，你做光又做黑暗，所以无论我哋喺逆境顺境，你都喺度，你都同我哋同在。我哋求你赐俾我哋有警醒，喺顺境嘅时候仍然专心倚靠你。又赐俾我哋勇气，以致我喺逆境嘅时候仍然专心跟从你。咁样，无论学院前面嘅路系光明定系黑暗，或顺或逆，我哋都经历你一如过往70年同我哋同在。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門。曹院長、各位嘉賓、學院各位的董事、老師、同工和同學，祝大家平安。我是今屆董事會的主席梁明才，我很高興今天代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来到去欢迎每一位参加这个新教研大楼评顶礼和颁奖典礼以至董事就职典礼的每一位的来宾，无论大家是在现场出席的，亦或在网上来到去参与，我们都同样感到你对学院的支持和鼓励。我在此都代表浸信来到去多谢各位
的制衡當中來到去同我們一起。自從在2011年曹院長提出一個信望愛的工程，浸信就積極在推動神學教育當中來到去盼望和教會有更多聯繫，建立這個以信望愛作為標記的門徒群體。當中我們有好的進展，我想大家都隨著同浸信，我想在座當中網上的弟兄姊妹都跟我們走了一段的路。在當中這個的工程落實，學院就需要更多的一些的校園空間配合未來的發展。所以我在2016年初董事會就議決通過在校舍來到有一個第三期的擴建。這個擴建工程，我想在學院裡面的老師、同工、同學都會親身來到見證這個過程。這個總共是一棟四層高、超過差不多10,000平方尺的新的教研大樓，我們看見一路一路的成長。2019年我們就在5月23日舉行了這個的動土禮，感謝神的恩典呢，讓這個工程可以很順展順利。我想是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幫助，在座當中無論在台上台下或在網上在不同的角落的弟兄姊妹，他們有很多的參與貢獻，以致我們的工程順利。轉眼今天我們就進行了剛才為到這個新教研大樓的評頂禮，而且我們深信神的恩典帶領之下，我們會在今年的11月28日和大家約定這個的日子，我們會有一個為這個教研大樓的奉獻禮。所以我們實在很感謝這位給我們有奇妙豐盛救用恩典的神，是神的恩典讓我們走到今天。今年剛剛是浸信踏入70周年，我想無論大家看見學院的一些的佈置，或者我們的剛才一些的禱告不同的分享，而這個新教研大樓又在今年剛剛可以完成呢，我相信都是神給我們一個好好的印記，標誌著神學院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樣我們相信這個不單是一座建築物，更加是藉著這個建築物來到見證在教會，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為到我們神學院一起跟我們去同心同行，以致得到今天這個成果。我相信這個正正就是擺在我們眼前，當我們以後真的你有機會再入來浸信的時候，你見到這個大樓就想起我想很多人的貢獻在當中。所以我們盼望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藉著這個新的教研大樓，讓我們的學生他們得到更好的一個學習的環境，又讓學院可以培育更多兼具屬靈品格和神學知識的仆人領袖，帶領教會、帶領弟兄姊妹向這個充滿挑戰和多變的世代來到去服侍，以神的智慧和耶穌的心腸建立神的國度。並且我相信新的教研大樓都能夠提升我們學院的教研能力，讓我們可以追求一個更加卓越的神學教育和研究，最終的目的就是更加好好的可以服侍到浸信會的群體和服侍到進教會。雖然整個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但我相信隨之而來大家都可能都收到很多我們一些消息，我們在這個的工程費用上高的需要同樣都是如火如荼的需要。我們估計這個的工程都是仍然都是在初期的計算大概7000萬左右，現在我們還欠了5000萬。我們都相信弟兄姊妹會繼續為我們祈禱，亦會是願意奉獻，但我想我在這裡都代表學院來到去懇請大家繼續來到去為這個需要禱告，為這個屬靈的工程來到去以禱告奉獻來到支持。我深信我們需要大家更多的同心一起建立神的國，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將這個需要帶回去你的教會、你的群體，來到繼續讓這個工程可以完成。我們祈求神繼續能夠去供應學院的需要，繼續使用我們學院培育他的仆人。所以懇請教會除了對這個建築工程的一個的
參與之外，我哋更加盼望當你教會裏面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蒙召奉獻，願意嚟到去作傳道牧者嘅，請你哋即係推薦佢哋，亦係鼓勵佢哋一齊嚟到浸神，嚟到接受神俾佢哋嘅神學裝備。願聖靈嚟到繼續感動我哋，為神嘅國、為神學教育一齊同心努力。啱先我哋完成咗呢個嘅教研大樓嘅評頂禮，跟住我哋都會有呢個嘅董事嘅就職典禮同埋頒獎典禮。學院每年都會舉辦呢個頒獎禮，係表揚學術方面有優異表現嘅同學，同埋喺學院長期服侍嘅教職員。所以我哋同樣都係藉著今晚嘅呢個聚會，可以向好多嘅捐贈呢個助學金嘅捐獻嘅肢體表達我哋嘅謝意。在这个颁奖礼之前呢，我会代表就是神学院的董事会，带着感恩的心来到去举行新一届的董事就职典礼，也是给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新一届的各位董事，让他们在你的祷告当中被纪念，又让我们一起不是单单一班董事来到去服侍，是我们一起来到同心，我们同心为到神学院，为到我们要栽培的神学生，一起来到去献上我们微小的力量，我们同心来到参与神国的事工。最后本人都更代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衷心来到去祝福每一位参与我们今晚这个聚会的，无论现场或者是网上的弟兄姊妹，愿意你继续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被神来到大大使用，又愿大家有一个充满喜乐和感恩的晚上。我會嚟到介紹今屆新一屆嘅神學院嘅董事。有部分因為可能佢哋有唔同嘅一啲嘅事情未能夠出席，但我都希望大家能夠去對佢哋有一啲嘅認識。今年嘅董事會成員嘅名單喺各位即係手上，我唔知道都有個名單嗬。咁都大家可以繼續為我哋一班董事嚟到禱告。我们需要你的祈祷来到成为我们那个的支持，也是我们能够可以知道怎样要跟神学院一起来到去同工同行。所以我们都请今晚有出席的董事呢，都会出来在前面，当我介绍到的时候去出来呢，都给大家认识一下，请大家来到纪念，然后呢这个名单大家都要带回家，可以就是继续为你祈祷。由我介紹完之後咧，就會請曹院長嚟到為我哋一班新一屆嘅董事嚟到去禱告。董事會喺2021年到2022年嘅成員包括有本人梁明才，然後係我哋有副主席楊柏滿牧師、書記楊寶華傳道、副書記鐘志廣牧師、師父劉文軒執事、核數盧偉生執事，另外有常務的董事歐兆賢牧師，其他董事包括有陳樹安執事，鄧活玲牧師、朱活平牧師、陳康牧師、葉吳清蘭師母、黎達強執事、何建宗執事、李天佑傳道。好，我們請曹院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多谢你召聚了教会的领袖来担当成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董事，他们在日后的日子是做监督的工作，在当中是去推动美好的神学的教育。当我们是去細看他們處立在你面前的時候，我們的心裡是很感恩，
因為他們何等的獨特，在他們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所愛的。他們在不同的期間可以有不同的角色的扮演，在不同的期間他們有不同的權柄，但權柄是可以交換的，角色是可以轉換的。因為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親愛的主，你是我們的主人，你是我們的救贖主，所以我們能夠在你面前去交換，學習謙卑，學習彼此的扶持，一同的是專心向著你，是好好的侍奉。所以在這裡為著這一班的領袖董事獻上禱告，求你恩待他們，讓他們有健康的身體，讓他們的屬靈生命是茁壯，常常是跟你有美好的經歷，有親密的關係，讓他們在屬靈的智慧方面繼續的是去成長，就是繼續的奔跑，繼續的貼近你。都懇求你讓他們能夠有機會，可以能夠將他們在過往的經驗，他們辦事的智慧，監督管理的才幹，能夠是獻呈給你，被你去使用。我們很期盼的就是在浸神一個群體當中，有美好的故事去傳遞七三年的故事，一班的弟兄姊妹們竟然在這裡是願意做這個的義工，在當中是盡心竭力的將最好的是去侍奉。沒錯，一班義工走在一起的時候可以是彼此競爭敵擋，但又沒錯，很奇妙的，有你在當中的時候，大家走在一起就是真是一個身體。主啊，恳求你恩待我们在这里去想象、去祷告、去憧憬，恳求你给我们这个董事会一个很优美的董事会，在新的带领底下，这个执事、这个董事会是有谦卑、有灵性，继续的是带领神学院这个信望爱的工程，是一个属灵的工程，在香港的社会当中是更加的堅定的是去前進。主，我們仰望你給我們在生命當中有這樣的奇蹟妙事，所以親愛的主，再一次懇求你恩待，恩待諸位的董事，給他們在一年、兩年、三年的當中，更多年份當中，他們是在侍奉的當中是心靈是滿足的，是滿有喜樂的。这个是我们向你的祷告、祈求和立约，多谢你恩待，多谢你怜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求，阿门。神学院每年都颁赠与同学多个奖项，作为在学术上或其他优异表现的鼓励。香港浸信会女传道会联会长颁赠与成绩优异及妇女事工有承担之神学学士或道学宗教教育硕士课程，二年级或以上浸信会会有女同学。现在敦请香港浸信会女传道会联会主席杨杨幼珍女士上台颁奖。香港浸信会女传道会联会长得奖同学吴慧莹，请上台领奖。
唔該，楊太。香港浸信教會婦女神學獎頒贈與最高成績之神學學士及道學宗教教育碩士課程二年級或以上浸信會會友女同學，現在敦請香港浸信教會婦女部部長鄺鳳儀女士上台頒獎。香港浸信教會婦女神學獎道學碩士得獎同學吳慧瑩請上台領獎。唔該，鄺女士。林王文卿會座紀念獎頒贈與入學至畢業學年秋季所修讀實用神學核心科目最高成績之道學或宗教教育碩士課程同學，現在敦請九龍城潮語浸信會楊凡成會座上台頒獎。林王文卿會座紀念獎得獎同學柯兆添請上台領獎。唔該，楊會座。黃日強牧師紀念獎頒贈與畢業同學在浸信會精神之實踐和教會侍奉方面有傑出表現之神學學士或道學宗教教育碩士課程之浸信會會友，現在敦請北角浸信會龔可元執事上台頒獎。黃日強牧師紀念獎得獎同學柯兆添請上台領獎。唔該，中濕工執事。萬張美珍女士獎頒贈與舊約聖經全釋及新約聖經全釋科目中最高成績之道學或宗教教育碩士課程二年級同學，現在敦請大埔浸信會曾家求執事上台頒獎。萬張美珍女士獎得獎同學何思雅葉嘉欣請上台領獎。唔該，曾執事。徐崇石牧師紀念獎頒贈與入學至畢業學年秋季所修讀聖經研究核心科目最高成績之道學或宗教教育碩士課程同學，現在敦請尖沙咀浸信會劉文軒執事上台頒獎。徐崇石牧師紀念獎得獎同學柯兆添請上台領獎。唔該，劉執事。陳樹安博士抗禮獎頒贈與浸信會信仰
以歷史科目最高成績之道學或宗教教育碩士課程畢業同學，現在敦請尖沙咀浸信會趙啟信醫生上台頒獎。陳樹安博士抗禮獎得獎同學柯兆添請上台領獎。唔該，趙醫生。陳李秀華女士獎頒贈予浸信會信仰以歷史科目最高成績之神學學士課程同學，現在敦請北角浸信會黃興純女士上台頒獎。陳李秀華女士獎得獎同學江德陽請上台領獎。唔該，黃女士。陳世英執事抗禮獎頒贈予入學至畢業學年秋季所修讀基督教思想核心科目最高成績之道學或宗教教育碩士課程同學，現在敦請九龍城浸信會李家輝執事上台頒獎。陳世英執事抗禮獎得獎同學柯兆添請上台領獎。唔該，李執事。木馬元素師母紀念獎頒贈予入學至畢業學年秋季所修讀聖經研究核心科目最高成績之神學學士課程同學，現在敦請真理基石浸信會謝少祥執事上台頒獎。木馬元素師母紀念獎得獎同學曾滿林請上台領獎。多謝執事。歐陽陳慧平女士紀念獎頒贈予入學至畢業學年所修讀基督教倫理核心科目最高成績之神學學士課程同學，現在敦請尖沙咀浸信會林華景先生上台頒獎。歐陽陳慧平女士紀念獎得獎同學范俊恩吳兆文請上台領獎。唔該，林先生。男人牧師抗禮獎頒贈予教會或機構實習有優異表現的神學學士或道學宗教教育碩士課程畢業同學，現在敦請大埔浸信會譚日旭校長上台頒獎。
男人牧师抗礼奖得奖同学柯兆添，请上台领奖。唔该，谭校长，基督教伦理奖颁赠与入学至毕业学年所修读基督教伦理核心科目最高成绩之道学或宗教教育硕士课程同学，现在敦请彩屏浸信会马旭明先生上台颁奖。基督教伦理奖得奖同学麦子荣、柯兆添，请上台领奖。唔该，马先生。黄庭安抗礼奖颁奖与入学至毕业学年所修读宣教科目最高成绩之道学或宗教教育硕士课程毕业同学，现在敦请香港浸信教会黄庭安先生上台颁奖。黄庭安抗礼奖得奖同学柯兆添，请上台领奖。唔该，王先生。神学院每年得蒙教会各肢体的捐献，让我们的同学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本年度助学金奉献者的芳名已经刊载在程序表的第七页。现在请本年度获经济资助的同学起立，就在程序表里面的第六页已經登了獲資助同學的姓名了，是請同學起立表達我們對神和捐獻者的謝意。請坐。好，多謝一班的同工在過往的努力，在今次的三禮當中呢，在平頂禮咧，隔喺上邊嘅嘉賓，即係下低睇成點啦。啊，大家都好感動啊！見到咧同工咧係好同心，做得好細緻，以這一樣我哋咧係能夠咧可以喺個典禮當中咧向神許願。咁係同工們係辛苦噶，因為咧我哋都踏入新嘅年代，所以神學院嘅同工嘅運作嘅方式都有很多的改變，但是我們看到同工是非常的是用心去做，我們是很多謝各位同工今晚的勞苦，讓我們一個好好的典禮。以下呢就是我們是班呢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就是有五年到25年，咁咧就我哋先咧係頒發五年至到十五年嘅，咁我哋會請我哋嘅董事會副主席楊柏滿牧師幫我哋咧係頒授呢幾個獎。第一位咧就係陳淑英女士 Rachel， 五年。
第二位是方陳合英姑娘 Michelle。又是我們新約的老師、啊、第三位是方子健先生，十五年了。因為子健咧就諗住佢好似幾年前佢至嚟做，咁啊十五年咯咁快嚇。好，第四位係 Patrick 李志恆先生。跟住係劉振鵬博士，佢教係基督教倫理學，同埋咧係教會歷史信仰。第六位係龚如翠霞女士。霞姐，多謝楊牧師，多謝啦。現在咧請我哋嘅董事會主席梁明才牧師頒咧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獎，第一位是陳岑麗嫻女士，第二位是吳國傑教授，他是教教會歷史的。跟住第三位是楊啟智先生，二十年。跟住最尾嘅位咧，請大家容讓我講多幾句説話，就係張林小雅師母，二十五年，唔好拍手掌住喎嚇。我講幾句説話咧，因為我係好多謝佢嘅。以前咧，我以為做院長要做好多嘢嘅，原來唔係嘅。張師母咧就係乜嘢都話，院長你要決定就得㗎啦。你決定一樣，決定一樣，決定嗰樣就得㗎啦。咁所以咧，佢。可以話喺我成長嘅路途當中咧，佢係幫我做院長嘅嚇。即係譬如我太太係知道我嘅行政能力有幾高噶啦啊。咁但係咧，因為張師母咧，佢係帶動咗各位嘅同工嚟幫助呢位嘅院長嚇。咁所以有時我話咧，我係 parasite， 我係寄生蟲啊，係依靠好多嘅人嘅幫手。咁啊，張師母咧就將佢哋結合嚟一齊咧。推動神學院的成長，咁今日咧係廿五週年，咁啊就我等到去榮休日咧，我哋咧要大肆慶祝。咁不過咧，今日我忍唔住口啊，我都要講幾句。咁咧，我請大家咧幫我一齊熱烈嘅多謝阿張師母。
各位院董、曹院長、各位嘉賓、教牧、老師、同工、同學同埋來賓，好感謝大家都嚟到今晚嘅頒獎典禮嘅入邊，讓到我哋能夠一齊去數算上帝豐盛嘅厚愛同埋恩典。喺呢一個咁艱難嘅時代，上帝仍然去呼召佢嘅仆人去有份於佢奇妙嘅工作，蒙上帝恩選，讓到我哋一班嘅同學能夠入到嚟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當中，去嚟到接受裝備，學習作主門徒，牧養教會。喺呢幾年嘅學習過程入邊，我哋所經歷嘅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嘅。除了要面對學習頭腦知識上面的困難，群體生活入面各種的操練，經濟上面的缺失，家庭入面的壓力，我們更加要面對各種因為社會環境改變而來的衝擊，是經歷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適應的，也都必須要更加去認真去思考我們所要宣講的信息，去來到去牧養教會。然而呢，在这个这么艰难的处境的里面，我们仍然的要去感谢上帝，因为他透过大家的生命见证、祷告、慰问、奉献，让到我们一班的神学生都知道，纵然社会是不断的改变，但是上帝的恩典和同在却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在这里呢，本人仅代表一众的同学去嚟到多謝大家嘅付出同埋捐獻，讓到我哋都能夠得著祝福同埋激勵，可以專心去學習。我係深盼上帝同樣去以呢一啲無比嘅恩典嚟到去賜福大家，讓到我哋能夠一齊一無掛慮咁去參與上帝救贖嘅計劃入邊，專心信靠主，忠心作主門徒。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根本是何等样的人，竟然在今日我们相聚可以见证到主你奇妙的作为，怎样蒙天父的拣选，怎样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去实践让人感受，怎样因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让一众的捐献者他们愿意将你所赐给他们的所有分享出来，让这些的捐献成为很多同学的帮助。最后对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求你继续祝福，将你的厚爱赐给每一个捐献者，让他们继续去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让他们继续将这份愿意分享的心向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儿女继续去传扬。主啊，求你祝福带领。为到今日我们每一个得奖的同学，我们都献上感恩，求你让他们每一个所记得的并不是那些奖金，他所得的奖项，而是要记得你的恩典，要记得他们入来神学院就要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要记得当他们装备完毕去到堂会当中，他们就要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去育养生命。主啊，求你让他们每一个记得。我们都很多谢你，你让 Rachel、 Michelle、 子健、 Patrick、Dr. Lau、 霞姐、 Dorcas、 Dr. Ng、 啟智和張師母，在過去的日子將他們的年月放在神學教育的工作上，他們建立神學院，他們在當中在裡面透過他們的參與，透過他們的工作，讓每一個的老師和同學都得蒙造就和幫助，這些都是你給我們的恩典，求你繼續祝福他們每一個，讓他們繼續去忠心去侍奉你，也都在當中經歷你無限的慈愛
上主你亲自的恩典和祝福，愿主你亲自的去带领他们，让我们每一个我们所作的都叫主你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这样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请各位起立，愿我们都确实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蒙召为神子民，我们蒙召为神子民，生活显露主恩恩，同心合意，同被灵感，促进世界真大通。我们虔诚，我命更神，归属人处在做人，共同返向和睦身处，欢聚宝座齐呼喊。我们蒙召为神颂步，工作服侍当代人，肩负使命执行任务，遵行圣言往前行。我们振奋回应召唤，奉献神圣光柱用，光面忠信谦卑互助，神迹应明白天情。我们蒙召为神先知，宣讲真道与福音，信仰坚定，正义发扬，消灭罪恶黑暗灯。我们祈求勇气陪衬，目标宣告方主名，天父万事奇妙智慧，为主施听福。请坐。我有两个报告，第一个咧就系头先大家喺video 提到嗰四册嘅第一册，浸神七十周年院庆专辑第一册，咁啊今日出版咗啦。头先今朝出版部嘅同工嘅将佢送到嚟我 office， 咁大家都请为跟住嗰送咗三册嘅出版祈祷吓。第二个报告就系咧，今晚嘅典礼即将完结，喺朱牧师祝福之后，我哋会有电乐之后就礼成之后咧就请主礼人啦、嘉宾啦、得奖者同埋全体教授咧喺典礼之后留步拍照，稍后会有同工咧指示我哋拍照嘅程序。而家请我哋一齐起立。我哋请朱活平牧师祝福。但愿三位一体嘅真神赐福帮助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让我哋能够唔得好似我哋七十周年嘅主题一样，因着七十载全城信望爱。又愿我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神嘅慈爱、圣灵的保守和引导，常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